今天是4月1号，圆山花博星期六的活动是南投县市中，南投县市州啊，这边有南投翠梅的DIY 啊，优质农产品的推荐。4点钟花博音乐会是那个萨克斯风陈奕翔的萨克斯风独奏会。礼拜天的活动也都是南投翠梅的 DIY 啊，还有萨克斯风的承奏是溪口乐团。这两天的这个花博音乐会是不同的。今天4月1号到4月2号南投县市州的活动啊，4月30号这边有那个观光旅游展，在那个珍宴馆的观光旅游展啊，欢迎我们民众有兴趣的跑到这边啊，来这边观赏活动，这边采购这边优质的农产品啊。环球邮报的记者燕国龙在台北的报道啊。服务电话0979-040492，你对旅游有问题可以打电话来问我，花博的移动预警可以打电话来问我啊。